这个我教怎样装啊 ，KS 六五第一要开 power 开电，然后还有一条 AUX cable， 是直接直直插进来这个 Jazz Beeper 的这个的中间这个洞 ，OK， 然后它另外一条这个是 optical 是进电视机的，进电视机的、嗯、然后还有一个 woofer output 是用立灯嘛，就是 RCA 一触二的，直接触到 woofer 的两个 RCA。开电了、哦、这个两个放中间、啊、然后这个 wire 线呢，这个红黑你转开来，你看到里面有个洞了，你把那个喇叭线插进去，然后转紧它顶手就 OK 了。 okay, 然后那边的红黑插过来，这边的红黑这边也是转开来可以看得到的，也是转开来、啊、喇叭线放进去然后转紧它。Okay, 然后还有一个 remote control， 这边有三粒 button， 这边三个 button 开到完 maximum 就 OK 了。然后这个 remote car 的 remote control 按 AUX 哦 ，AUX 是 for 连接 Jazz Beeper 的。如果 Bluetooth input 就是你手机接蓝牙过去。Bluetooth connect。Optical 就是按 coaxial input， optical input 就是电视机的声音传过来这个喇叭。Jazz Beeper 没有开没有关系，然后这个木脚还是你这样按下去你会摸到洞了，拉螺丝直接穿过去锁紧罢了，小片在上面，大片的在下面，这样子了，好像这样子放 ，OK 就这样。